哇！别慌，小可乐，这 boss 就是个纸老虎，吃饱稳了。是吗？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？这 boss 还不是轻松拿捏。确实，感觉这 boss 没脾气啊，就知道干瞪眼。OK， 这不就过关了吗？魔法石在哪呢？在这儿呢。